我是邓姓邓的，邓秀红。刚好那时候就讲那个心脏病人咯，孩子他们一下子就没有状况咯，所以一个就撞码头了咯，自己生意也没有了，我就不会讲，哎呦，这遇到这贵人，遇到这些医院啊，宝康医院咯，啊，就讲了，我们就讲，哎呦，我就拿到这个医院啊，是我幸运了，真的是很幸运，很多谢这些医院啊，真的是。化疗呢，我是听很多人讲很辛苦的，很辛苦。我又讲，我这样老了，不要怕讲辛苦什么，我就试一下咯。那个什么，他们讲化疗很多那个什么副作用，又不会有，啊又不会。辛苦是有一点点疲倦这样的，没有他们讲到这样好像又口烂又喉咙烂什么，指甲又黑什么，全部没有，全部是没有。起初是怕，一定是有怕的啦，会紧张一点啦，头一次这样子，过第二次就不会了。我化疗第二次就头发就掉了咯，开始掉了。我讲不如我剃光头，我现在长了咯，剃光头比较好啦，干净咯，没有他们想象这样可怕这样子啦。他们讲化疗是很辛苦的嘛，我讲不会呀。我又可以吃了，又没有什么副作用了。家人每个很支持我咯，真的是，谢谢我老公，谢谢我儿子，每个很支持我咯。对，我也是要谢谢那个我的主人，他很好的，他很好，那你是谢谢。这个护士那些 OK 吗？很好，每个很友善，真的很好，有耐心的，我头一次去做化疗的时候，他们那个还拉住我的手跟我谈天，他讲你不要紧张，安迪你不要紧张，你是头一次来，我知道。然后在做朋友，是吗？都很好的，真的，拉住我跟我讲，跟我谈天，真的，真的要谢谢医院。要鼓励每个人呢，是得了这个癌症哦，不要怎样，就没有希望了啦。你要好像一开始呢，你要去给医生check一下，那听医生什么意见哦，对不对？医生讲怎么你就跟住他咯，不要讲我不要医药，我要吃什么草药啊什么，最好是不要的，对不对？是哦，那很高兴哦，那老哥讲我毕业了咯。好像你去别的地方好像普通哦，老师讲他是听不到的。